What?说啊，下方的一个位置没听，四个人已经夹击，速度很快，这个四夹二，这个意味有一点多。看到有人 TP 过来之后，没听全员撤退，路线被留在前面。TP 赶到是约瑞科，加里这个加文也在下方，不过雷克萨也在往前想要钻，直接想留、这个坑。这个翻到帕萨被留住，有治愈跟闪现全叫出来后，加文反身 EQ， 但没有穿到任何人，只有 W 做了一个缓速，就是什么都没拿到，而且上方位置雷克萨抓到一波机会，但被暗影圣给框住，不过2188。还是被留住，这一个巨幅毁灭把一把闪现给打了出来，接要来夹杀，左边三角场已经站好了人 ，K 过去，以肉身确认往前被 EQ 串起来，要死，露西恩救救我，跳了一个小兵往前，但残血的情况下被嘉文直接收走，陈瑞梦远方丢来，刚刚就是杀一个头，跟你杀 K 一个头，其实从位置抓到这一个翻出来就抓到了2188，不过暗影四阵挡住了 Rock 交闪现，巨幅毁灭断你后路，没有断到没关系，一技能照样缓住之后，雷克萨现在也赔了钱，三人夹击没定顺势的一个掉线，三人的一个车又是撞到了暗影四阵上，不过勒布朗后续的伤害一套搭配雷克萨的一个虚空奇袭，贴上了2188之后，女王之路直接转死，右边的一个打野歪只能看着自己的上路死亡之后，直接闪现过去一套秒杀，将雷克萨带走。不过上路塔已经掉落的情况下，穆雷克已经赶到，跟队友享受 Rock 看起来也是有一点难存活。再一个闪现过来的穆雷也跟上 ，Q 加文没串到，但已经将 Rock 逼在了角落。Rock 想回头被陈瑞梦给睡到，这一个正面睡着后，一个普攻闪耀星火 ，Rock 直接化为了一滩尸体。人了，我这边看起来没有想法，容易跳过来，这一套伤害重击的比拼，到底重击谁是拿到了？哇，最后是雷克萨这边顺利得逞之后，锁链命中巨幅毁灭，一套伤害被留住了 ，Z 君在空中根本下不 来，直接倒下了。Pasa 想救，可惜嘴巴是比对面的伤害慢了一点，打到完全下不来。刚刚这个空中飞了应该有三秒之久，这个打如果拆掉会差非常多。往前要抓，哇，这一套抓到的话，容易一个跳弹是被幻影给留住了。扛塔的 Uniboy 让后面的空月顺利收头，暗圣虽然框到，但后续没有小孩可以抓。哇，空月没被小孩，有点尴尬了，就是。雷克萨的开战感觉 DG 有点防不过来，有机会吗？想杀吗 ？EQ 串，然后一杀一套，不过布拉姆加盾之后，加里欧，我们是加文啊，没有加里欧，加文被打残后柔一没有办法输出，这个勒布朗直接过来踩掉了一个人头之后，继续往前，雷克萨一个虚空奇袭把帕萨血量打到了三个巨头，巨幅毁灭直接锤死，看个级命丧自己中二塔之间，右边哇，这个老婆看来也是救不了，2188含恨看着自己的老婆倒下。不过后面沉睡梦再度隧道往前，又是个 Q 技能一套，哇！不过这次 Rock 的坦度已经起来了。对，刚 Rock 是一个闪现强行开车，哎，这是什么？闪现一套想打，但这里的一个隧道早就埋好了，空月一套技能跑掉，后面想继续追击 ，Moon Blake 又连续的闪现来到了蓝 buff 池，可惜沉睡梦并没有命中。是干嘛呢？赶紧拿蓝要走了，因为对面又赶了过来，勒布朗两次的一个位移，左键直接命中 ，Moon Blake 已经没有双招的情况下，虽然用自己的 R 技能回头，但回来的瞬间直接被正面盯上。三刀拿下人头，他给你坐车回来交闪现走了。木位置这波大乱战要持续多久？江国在旁边看啊，我不参与啊，我要参与了。EQ 串起来 ，Rock 被留住，这个人头终于拿下。不过后面空月想要报仇，冷冽晋级啊，冷冽重击交了一下啊，但没有交住。要不然其实 DG 这一波团战其实算亏的，因为人头倒的是有点多的。没错没错没错，看得出来我们目前这个刚来了一个特写，对 Moon Blake 的这个精神看起来还有保持住。就是很细微上的运营，不过选择是要开战，这边是钓鱼，想抓帕萨，帕萨被留住了，没有闪现治愈，直接被留在最前面，打出了布朗姆的被动。那这样子的话，中路的二塔其实有点危险了，在破格体系上来说，你钻来钻去，压力很大。勒布朗再一次往前两段跳，哇，这是个强行打血量啊！他知道这一定180杀不死。后面雷克萨再次加闪翻，想要打空月，被踢在最前面，叫惊人，但是前面没有小兵，空月要卖了。哇，这边的空月跟刚刚的江口外是一模一样。这一波是 DG 的机会，右边位置已经抓 Rock， 不过 Uniboy 先行赶到一个锁链留住。完蛋，这波有机会 DG， 没有还在打 Rock， 已经追到最前面了。不过其他队友看起来都要卖了 ，Rock 能不能在死前换到一颗人头？被虚弱之后看起来没有太多的一个机会，换不到人头，自己也没大，准备往右边反方向逃走。
TP 要走，有没有 CC？ 三个人好像都没 CC 啊！哎呦，暗影师在框住，让你位移了一小段的距离。二一八八这一波做得非常漂亮，好细节。这边看起来没有太多的机会，只能往中路转了，抓到柔玉的一波刺客图图，直接一套想要没有？想要尝试用走位躲的 Moon Black 不交任何的技能，看起来闪现，不过也就此而已了。后续往前要抓刺客图图，又是一套准备吸满，往左边的兽，甚至左下坦克杰已经赶到。媒体不断在找机会抓对面失误的时候就强打一套，而这时候后面的一个包抄继续走出来，人员有点危险，成为梦魇睡到布朗姆身上，但有机会留住。这边一个巨幅毁灭准备锤交闪现，布朗姆已经回家了，而且 JGY 也有机会用 EQ 串布朗姆的一个冰雷击没打中，不过中路出大事啦，勒布朗把兽给打死了。继续给予个巴龙的压力，让二一八八可以开始分推，好可怕哦！直接框住，这个推到底啦！我一个人换你刚刚五个人推中路的一个速度啊！对中路的一个位置，继续给予压力，给予 poke， 这个团战开起来，勒布朗往前直接抓，柔一倒了，这波柔一的消失陷入了地区最大的一个危机。嘉文在前面被逼出了惊人，后面布朗姆闪现过去，直接留住的时候，雷克萨也往前飞，嘉文在后面已经被扳倒情况下，雷克萨跟勒布朗继续往前进攻，帕萨被牵锁链给牵制住，再一个翻身直接留住，腾空起飞。掉下的话已经是个死蟾蜍了，兽在右边的位置又被 Breeze 给粘上，刺客图再次的一个扫射，兽回到上方的一个位置，在两次的一个位移跳上来的一个中路 Uniboy 又跟 Breeze 成功在上方高地成功击杀。哇，这一波被单抓的情况下，后续 TP 回来的月刃看起来没有太多的机会，一 TP 下来就直接被秒一波的 S 魅听要结束这一场比赛，在31分钟2-0带走了 DG， 非常的可惜，对 DG 来说就是一点点的失误被 魅听 一波带走。场地区本来还有机会，我说他们要 hold 住的时候，他们在那里接二连三犯了失误啊！我觉得这里是 Mate 在野区处理非常好，不论是空月还是 Uniboy 都在各种细节中在找机会，甚至是连微风都不放弃，有机会就是 W R 上去把对方前方打离。他们在无限的骚扰下，让这个给了对地区很多压力，然后让地区在这些压力下露出了一些破绽，然后每个都抓住，导致最后本来要吃八龙的局瞬间结束。而且我觉得刚刚如果没有发生这些事，DG正要开始有机会，因为你看到约瑞克已经就要无敌了，你知道吗？对，已经就要快守不住，没有人可以守住约瑞克了。但就在那一波短短的30秒之内，抓到了四个头，直接逆转这个游戏。刚刚如果在巴龙上方的那一波团战是没有开起来的，来回的互相拉扯，约瑞克已经把你主堡前双塔可能都拆掉了，因为三是无法阻止刚那么多大举入侵的小兵跟约瑞克的这个他的老婆跟他的小孩的，所以在刚刚那一波的进攻上来说，我觉得比较可惜啦，没忍住，年轻人可能这个血气方刚，对于这个整体 DG 的打法来说，其实也是比较偏向凶猛刚烈的。那刚这一场其实是换了一个风格。谢谢我们的分析的老师，欢迎来到我们的赛后访问时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苏苏。现在站在我身旁这位是我们的车神 Rock， 来跟大家打声招呼一下吧。嗨，大家好，我是 NAD 的上路 Rock。现在有人在帮你欢呼了。虽然目前你们现在是很稳定的在第一名，但有没有哪一队，就是或是哪一个选手让你觉得比较难应付的？现在嘛，打起来应该都算蛮难打的啦。蛮难。但如果能遇到的话，我蛮想遇到闪电狼上路哈娜比。哈娜比，哈娜比是有什么样的角色让你觉得非常难？没有啊，他就是我的老同学，想跟大家打打看而已。原来如此，那希望在下一场对决可以看到你们精彩的交手。那像大家对你的印象都是车神赛恩，大多都是玩坦类型的角色。但之前好像看到你玩中路的时候是以刺客角色居多，那是为什么在上路的时候都玩坦型？因为我们的副教练孙普森先生他永远不让我玩斗士，他觉得玩斗士是不会让游戏赢的一种方法，所以呢我选不出斗士来，不好意思。那你自己有没有特别想练哪一只斗士，想拿出来比赛？只要想玩就可以玩啊，但团练打得好的话再拿出来吧。
大团练。那你们团练有用过就是其他角色之类的？有啊，你自己有拿出？我还蛮喜欢玩那些什么雷文啊、费欧拉，但没赢，没赢的话没办法，没有赢过就是了。那像我们回归到正题，像今天是9.5版本的第一天，虽然在上一个版本有那个征服者符文有被削弱，有被增强很多，但这一版削弱许多，但你自己有没有觉得改变很大？其实有吧，像这版约瑞克就没有前一版那么变态了，因为其实他的那个技能有被 nerf 过，然后这版的征服者让他没以前那么痛，所以选择塞恩这种去打约瑞克前面也都是能扛的。那你自己会选择用哪一只角色也带征服者吗？除了约瑞克之外，什么角色？什么都可以啊。你要看你想玩斗士坦克，如果哪天心情好，我塞恩也可以玩 AD 的。塞恩不带不死之握，是玩考虑玩 AD 的塞恩来开车，非常有自信哦。那还有我们刚刚有发现，就是你们这两场的 ban pick 都是 ban 了月黑的泡面头，你们是觉得他这只角色玩得特别好，还是说你们没有自信打他的泡面头呢？打不了啊，直接 ban 掉啊，直接 ban 掉，因为他的泡面头实在是给压力太大哦。原来如此。那还有我们在两场其实都非常看你们都打得非常流畅，好像没有什么出什么失误跟意外，只有唯一在第二场的21分在对方二塔之下，有看到你们进行了一波团战，然后你那时候是原本要传送走，但是没有成功。那波是怎么沟通失误了吗？肖恩佐突然打嗨了起来，然后说我要开战，然后那波就开起来，我也没想到会变这样。那你自己在塔下有没有很绝望？就是还好，反正觉得应该不会掉巴朗，所以就没事。不会掉巴朗就没事。那今天就是3月14号情人节，你有没有想要跟你的粉丝们啊，或者观众说些什么吗？没有，没有。还是回去有没有考虑要跟你的队友吃一些什么麦当劳大餐啊？回去哦，回去再说嘛。回去再说啊。对，明天你们也有比赛，也要持续加油。好，谢谢，谢谢 Rock。那我们现在。